尊敬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，我还在长春啊。今天我单独行动，我被推荐到了长春的一座山。听说这个是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啊，我今天来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碰到网红。开玩笑。我听说啊，这个是一座建在室内的山，它的场景逼真大气。然后最重要的是这里什么都有，还有什么博物馆呐、啊，有歌剧院呐、啊，吃喝玩乐一条龙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24小时营业。我现在就在它的门口，门口有一个小和尚，福满开罗。你愿敲一下这锣。哎呦，好多人呐、啊！小美女，从哪儿逛起呢？哦，从这儿吧。这个是一个指示牌，上山、下山、出口。我闻着香味儿走到了全是美食的地方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大一个，感觉好有食欲啊。羊肉，羊肉，这光是羊肉，原煎的肉、哦。这直接就这么吃吗？对啊，就是切了之后就这么吃的。行，那你来一个吧。能切开吗？现在就可以。朋友们，我刚上来没多久，我就被这个美食深深吸引了，我也走不动道了，所以我决定先吃一份再说。来这儿这种地方不吃，那就是亏了。这叫羊肚包肉是吧？对对对。嗯，好有食欲的样子啊！太漂亮了！要你自己一个，不需要，我们吃别的。还有各种料。哎呀，一个羊肉面，好了。嗯，把肚包肉还没拿走呢。看，滋滋啦啦冒油，是不是很有食欲？我的天哪！能给我介绍一下你家这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特别的地方啊，咱家就是专门做羊的，然后这个是这个小串是小串羊腿子，然后这个红柳是家招牌，这个招牌是红柳签子穿的羊肋条肉啊，全都是羊。对，好有食欲。朋友们，我刚进来啊，我就被这个美食吸引了。因为我非常喜欢吃羊肉，我就点了他家这个鹅羊府的这个羊腿和这个肚包肉，没吃过，尝一下啊。挺好吃的，里边放这个辣酱和这个什么，这叫韭花酱啊。很好吃。看朋友们，我发现了个什么东西，看这边能看到。小的时候玩那个骨头子儿，我们叫什么嘎拉哈，就是羊身上的，看这个多小，就是扔那个沙包，然后给它摆各种造型，等沙包掉下来的时候给它摆，就是把四个骨头子儿全都给它摆成一样的造型。小的时候我们玩过的游戏都是羊身上这个子儿是最完美的，因为它小嘛，好容易玩，因为小孩的手也比较小。月光下，我曾与他
情话，是我解开了他命纱。朋友们，我赶紧离开了全是美食的那条街，不然我就走不出来了。我本来是打算好好逛一逛这里边的，结果我一进去就奔着吃的就去了，吃完我就后悔了，但也不后悔啊，还是挺好吃的。我现在上这个问禅亭来观看一下这个景，哇塞，高啊！看看这全是祈求什么的吧。2022，八班姐妹们远离渣男。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哇塞，全都是家人身体健康，这个好。我爱你中国，祝我宝贝健康快乐。我的男孩子啊，再见了，在这个回忆最多的地方偷偷和你告了个别。全都是，看看这一圈密密麻麻，这边也是，难道是来这祈求心愿的？月光下，我曾与他推分享，谈情话，是我解开了他命纱。夫人美如一幅画，让我心儿沉醉呀。原谅我不能亏，将长城自杀。朋友们，我刚刚从我身后这个问禅亭下来啊，上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那个许愿的卡片呀、丝带呀，全是。然后那问禅亭下面全都是那些硬币呀、钱呢，估计都是来这儿的这些朋友们有想祈求一个美好的心愿嘛，把自己的美好的愿望都写在这上面的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表达的地方，挺好挺好的。征战多年，评书一